现在录影吗？对，我现在在录影。会被黄标吗？会。啊、哦，舒服吗？你按大力一点，是没有力气是吗？啊！我们刚刚已经拍完照，然后现在继续回来泡温泉，而且温度超级舒服的，超舒服，很舒服。这个就是我们边泡的时候前面的 view， 然后还有两只小狗狗在那里，超可爱的。我觉得就是我们下午去溪边泡一泡，冰冰凉凉的，然后再回来这边泡热的，很舒服哎，很舒服，比较不会感冒。对，就是下午那边冷一点，然后晚上泡这个。